雄，最热血掌声欢迎海军陆战队一队进场。陆战一队是南部唯一执行军礼勤务的部队，与恒春镇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队中许多队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恒春小孩，毕业后加入一队行列，成就自己，成为国家的荣耀。而陆战乐队主负责南部地区各站军礼勤务外，更在每年海军音乐会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，用响彻云霄的乐音与一队传承陆战队勇猛彪悍的军风。尖叫声！首先是近火枪法，近代基本枪法主要学员枪法的力道及顿点，透过操枪发出的声响协调一致，展现一队最重要的精神。队员手中使用为美照 A1 加兰德步枪，枪重6公斤，全长137公分，因特殊构造及不均等的重量比，超远时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及危险性，需经过长时间及高强度的训练方能驾驭。现在呈现的是转枪的操演，请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。接下来，陆战乐队将加入一队的行列，实施联合操演。首先，请各位将目标瞄准队伍最前方两侧头戴白色护帽的女性队员，中是陈玉欣，以下是王怡欣，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决心与毅力。强制重量，用信念完成一队训练，请给予陆战女一个肯定的掌声。尖叫声！现在呈现是整齐划一的队列瞬枪。经时训练的成果，眼中的全部为红釉漆蛟龙，雄壮炽烈的乐音代表海军捍卫海疆的大无畏精神。
Thank you.
哦。